公司同事为了抢项目开始抹黑我了。嗯，要签他用的信用卡。哦，好，来了。栗子的粉丝们，你们天天帮烧栗子在骂我，这次啊，你看我怎么招待他。哎，张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博主 Cici。张总你好，你看我这大清早忙着拍摄，都素颜见你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我们公司不是一个烧酒栗子。栗子姐，她还没来上班呢，我们都习惯了，她人就是这样。张总，这边走。那个关于这次合作，张总，我们再跟您沟通一下。哎呦，丽姐姐，干嘛？你这好歹是个美妆博主，几天没洗头了，这油都快滴到脸上了吧？你走开！这水怎么变成油了？我就知道你整天不干好事。刚就听我爸说了，欧莱雅品牌方案要谈合作，就这洗发水，你从中作梗，不就是为栗子比你优秀，怕他赢了项目吗？露西姐，你说这话有证据吗？都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、啊！这油和拉碴样子，我还怪他跟我争呀！你再说一遍。哎，露西，我有办法，走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欧莱雅玻尿酸洗发水正好是我一直在用的，这个蓬松效果绝了。是吗？哇，泡泡好丰富啊，味道也超好闻，好像是那个蓝风铃的味道，鼻子挺灵啊。那可不。走吧，这头发起。哇，真的头发好蓬松啊、你看颅顶都高了不少，这发丝摸起来超级水润、它里面含的99%的高浓度玻尿酸可不是吹的，让头发喝饱水了，发根就蓬松挺立了，而且啊，洗完头发感觉脸都小了一圈，这个头发一天都不会塌。是吗？哎，你不是一套上去吗？做你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欧莱雅玻尿酸洗发水那就是我的本命了。浩哥，你还真是个公正严明的好领导，为了给 CE 争取项目，不惜和他联合起来构陷我。哎，烧酒栗子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啊，形象不突出啊，情商又低，哪点比得上 CC 啊？这么一说的话，你是承认是您指使他诬陷我的了？是我让 CC 拍你丑照的又怎么样啊？我是美妆主经纪人，项目给谁还不是我说了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劝你主动退出竞选啊，否则的照片发到张总那儿，丢人的可是你自己。不是浩哥，你都听到了吧？王浩就是李权谋私、卑鄙无耻的小人。王老师，这次的项目是达人间公平竞争，你用这种低劣的手段逼迫员工给其他人让路，这可就违背了我们的原则。这一步我们还怎么合作？哎，不是啊，张总，这个例子平时在公司啊，栗子平时在公司不仅专业能力强，而且一直是真实实用，并且喜欢我们产品的，选他合作，对我们产品有点他更有发言权。张总，你说是吧？我觉得露西说的对，栗子，期待我们这次的合作。